O 是大写，然后剩下都小写。哇，这个好。现在 ，Look 已经落有点多。哎呀，既然不归失误，反正总而言之，其实 DK 打双王应该是蛮不舒服的，超不舒服。对，他前半段是有可能会被免费康波送的。对，可是看起来。Roger 还是比较擅长用 DK 啦，这是他 main 的角色啊，只是他平常他平常几乎不用。对，能跟 Upstairs 没有起到作用。这招果然被 take 到了，这招其实没那么好用，算很酷啦啊。空下打到 spike 到了 ，Roger 一 ，Obi 零，这个有人可以帮助我吗？可以，这个是啊，我这样打对吗？就是名字，应该了。哦，好。好，接下来第二场是，哦，他们两个都选一样，可是战场是在战场。果然，真的，combo 真的免费。不过，哎呀，竟然中这一招。为什么 ？Random up smash。其实你不觉得 random up smash 要这样听起来很帅吗？随机的。上重击就感觉就很强。你随机名单有什么？啊？随机名单有那个电话说，随机横劈，不错。哎呀，我被那个打到重死了，头锤。啊，又滚回去，这危险没有。哎呀，这对真的危险。不过，好不容易要回去了，现在已经在过那个叮当他很久了。这边其实可能后摔都会死。对，可是他没有用。超梦非常轻，虽然他120公斤，反正就是对，把刚上墙拿下来 ，up hit 拿下 ，mid， 都能不能追回来？好。既然送了巨人成全，他真的会用这一招。是几啊？啊，哪个？是两没了吗？还有啊，还有啊。哎，还有，当然还有啊。接下来第三场 ，Luke 能不能追回来了？现在 Luke 要连赢三场。发电给我都刚才都也一样，我们都没有去惩罚他上臂空转。是啊，他转那个东西最后是有印子，那个印子照理说是要被惩罚的。可是我微妙不是很微妙难惩罚。可以，一定可以。对，我知道，我只是说他目前那个用的程度已经确认我们根本不会去反他，所以才敢这样。那其实就是无所谓了。希望 Loop 接下来能反。怎么现在就用这招？这怎么想都不会杀，也没有效率。真的危险的，控后的，好，那个不错，攻下，不下墙，下贴，当贴，这一招起作，控制，这招统治
可是总是很出人意料。虽然用很多次，没有再用这招，我就要送掉他。他怎么这位置还无所谓，虽然被偷几个趴，可是至少哎。刚才要是不小心脚到跳的话，其实超风会死在楼下。对，可是无所谓。现在我也危险了。对，叮当趴。自己没有趴的话，就成立了。嗯。好。现在是 Q 领先了，可是他把他锁在那边了，所以 DK 竟然没有空间。DK 现在非常被 H guard 的哦，好吧，这好，这啊，刚那个巨猿神人被挡掉了，真的好险。绝罗宝。这个啊，没事。读了一下，可是没成功。这个位置，厉害，真是聪明。玩 DK 面对吧？又成功了。对。非常危险，非常危险。好。好。差10%，这个不算差距。可是 DK 非常好杀。这哎呀，资源神拳又中了，果然是 DK 妹。恭喜 Yoshi 晋级了。怎么讲？连我。